动瞬间带动城市流动的时间，寻找内心深处的节拍，感受我与旋律的合为一。面对场上100%的未知，只能用更多的练习叠加成功的可能性。放弃只是失败的结局，汗水只是所有不足的泪水。问我跳的是什么？跳的是属于我的故事和属于我的 hiphop。Impossible is nothing.